的彩票中了6000万人民币。服吗？太可笑了！太可笑了！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岛上第一大的难关——生存。哎，你耍猴了吧你？开什么笑？中6000万不夸张，岛上的人在这里知道中6000万了。这不说好了要走了吗？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咱们必须得回去。把我带上呗，船长。你就是一个 loser， 把彩票当理想，借钱当事业，吹牛当表达。你三花两菜一下自己，开天就自己是什么样子？这是彩票啊。这老天爷把咱奖给对了，我还不信我搬不回这一局。只要是这个岛上再也生不出来的人，全是宝。回头几天是老子自己一步一步拼出来了，你为什么就对我？我来救我的。